快点聊，还绑什么 seat belt？ OK OK OK， 好了啦，走。你看，倒了。哦，倒了。走这么快下来？是啊，我把费事给阿丽抓。我在前面没看到吗？有没？不管了了，走，跳闸。我先。叫你们快点走，刚刚接到你们，怎么没有收到你们 text？ 没有吗？哎，是哦，忘记 send 了来去。Steady 一点，你的阿哥。你看呐、啊，你表哥等下已经打电话过来啊。龙，上个礼拜他们是不是从中国回来？你看你表哥拿什么回来？讲是拿7吨回来，但只给掉3吨，这个道理啊，还不都懂啊？可是你表哥都不懂啊，龙，我派你去啊，一路还比较懂啊，真的，上面包搞么东西啊？哎，其实不是你表哥去吗？他不去啊，还不去还可以去哦，他是我们代表哎，他有问题吗？没有可能车坏，你去找医生修，你生病的时候，你去找修车老爷。其实很明显的咯，你表哥聊在哪里，大家都懂。他跟上面很搞得来，你跟阿良你表哥都不懂公司做，都可以去证明老板根本摆明给他们一个 free trip， 你何必那么认真？这样也不刚，如果这是奖励的话，做老板自己没有去呢，跟老板去 OK 啊，可以包吃包住哎，他们自己去都要 claim， 又不会大吃大喝，这样不算什么奖励 trip 咯，顶多也不是做工而已。难道要包 4C 才算是 free trip 咩？你不给老板过几天去找他们啊？难道他们回来向你报道？总而言之，我觉得他们去玩，多过去做工哦。我是认同阿龙讲了，去玩多过做。到底老板最后有没有过去，我就不懂啊。你管你表哥会做还是不会做，反正是他自己买错的，我们有功不就做咯，也不是第一次。他买错车不要紧哦，搞得我做工而已哦。那些客人要我新车，我讲给他们。你看，又打来，打来 talk 咩？啊，表哥，哎，不是啊，老板啊，有什么事？明明出来讲 4C 了，现在听在这边喃喃惨惨，你还盯着做什么安财？弄还变啊更喃惨。前几天他跟我讲，他车怎么样做，怎么样做。现在又讲多一次，我又要听多一次。Dog 呢？啊？他有这样讲过吗？我还第一次听到嘞。前几天，你不是坐我旁边的吗？原来还讲梦醒，你都没有听过啊？啊，给他，别讲。那个，你上一次跟我讲那个那条佛故事怎样呢？你还记得小青吗？小琴，他不是跟 Brian 吗？他们分了咯。啊？分了？怎么分了这个？我有朋友跟我讲 ，Brian 有心在玩他。哎的，这个 Brian 好像有很多个女朋友咯。这个不一样，比较久，3个月。就不这样子了。你们有听过他过去吗？没有咯，讲一下。听说啊，他之前啊跟他第一个女朋友感情很好啊，但是跟他分手过后，他变得很像一点 playboy。这样都可以啊？真的？你不相信我？不是，你觉得有可能吗 ？OK， 你出门有外遇，你回到家你跟你老婆讲，你中了康桃，逻辑吗？这样你跟我讲，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我认为是这样啦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好了。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有认识两个朋友，两个都是帅哥来的，我们这边就叫 A 男跟 B 男。
A 男呢，就像 Brian 一样，会时不时换女朋友的。B 男呢，在中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泡过托的。重点来了，到今天呢 ，A 男结了婚，他还是一样在外面鸟和热炒。B 男呢，到现在好像只是泡过两次托而已。从这个事来看到，我判断一个事情啊，一旦你喜欢玩女人，你怎样都是会喜欢玩女人。另一个是你对爱的认真，不轻易跟别人发生性爱感情。我认为是这样子。换个角度来看，是 B 男不会搞错 ，A 男他也搞错了。但也是有道理哦，这也没想到哎。哎，我好奇啊，是谁是 A， 是谁是 B 啊？哎，走走，去没定啊？两个叫我们去没定。奶奶没定，什么鬼啊？